Thank you. 我还是坐吧，是沙龙，所以还是随便一点。首先就是想趁这个机会一下，就是稍微多一点自我介绍，还有介绍一下我们新的这个曼彻斯特中国研究院。所以对，刚才讲那个名归姓格，名字叫小伟。 我爸爸叫大卫，David，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小伟，有点假谦虚。OK，Peter Gries， 就是去年八月份来的，来的原因是因为蛮大就是想加强，就是蛮大的中国方面的研究，这个是从我们的校长往下所有的人都是支持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机会，我很荣幸，因为很多的人都支持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有一位人，他叫李凯恒，他是一个曼彻斯特跟那个香港的一个商人，他也是去年12月份给了我们曼彻斯特5 million， 就是五百万。 500万英镑，为了支持这个曼彻斯特中国研究院，所以我真的觉得很荣幸，他就是愿意这样做帮助我们。那么这个研究院的目的是什么呢？用英语讲，我们的口号是 improving mutual trust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UK-China relations， 就是中英关系里边就是。 推进或者改善互相理解，为什么需要这样呢？是因为现在中国跟英国、中国跟别的西方国家，我们要谈率的、直接的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缺少互相信任、缺少互相那个了解，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多元化的或者是跨文化的、跨政治的一个情况下的，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在这个方面做一个贡献。我特别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你们交流，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蛮大的中研院，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帮助所有的在曼彻斯特的华人。 尤其是在蛮大的华人，所以其实我有一点不好意思，还没有亲自认识所有的人在这儿，但是我希望我们慢慢都会认识的，我真的也希望，就是万一有任何什么事情，我们能帮忙的话，就是帮助你们在蛮大的生活，尽量跟我们联系，我们真的想在这个方面做努力。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帮助所有的蛮大的有关中国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是推进中国方面的研究，也是一个目的。OK， 那商课讲的特别好，他也是政治家，所以我不能随着他，是吧？所以我只好坐在这儿，他站得很有精神。 很有力气，让我想起我可能昨天的样子，但是昨天晚上我开始被英国的文化融化了，我去喝啤酒了，<笑>这个美国人不习惯，<笑>所以我还是做，还有我是想强调的是这一点，就是我觉得生课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是很重要的。 那为什么很重要呢？我觉得我可以或许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就是强调为什么就是华人参与英国的政治是重要的。一个是稍微谈一下，就是从一个中英比较的话，或者更大一点的，就是中西方国家比较的话，就是我们对政府、对法律的概念有一些基本的不同。 如果我们不考虑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很难就是看清楚为什么生科的工作那么重要，还有他提倡的就是华人参与
英国国内这个民主的重要性，那么这个以法治国这个概念是一个中国的很老的一个思维方式，英语就是可能就是 using law to rule， 所以法律就是一个工具，那是谁的工具呢？是政府的工具，对吗？ 那个在西方，我们对法律的概念是可能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的。法律的工作不是为了政府的一个工具，而是老百姓的工具。那老百姓用法律做什么呢？老百姓用政客做什么？他们的政治家、他们的代表人员。 Their representatives， 为什么就是老百姓需要他们的政治家呢？是为了保护他们，申克也就是用了这个说法，保护他们。为什么需要保护他们呢？我觉得从一般的中国人的角度，可能没有这个概念，这个是很独特的，就是欧洲的从启蒙运动下来的这个自由主义的一个概念，就是个人主义。 的这个启发就是从那个启蒙运动开始，那自由主义就是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以后那个个人的权利不能有太大的限制，所以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政府本身是有点危险的，尤其是在美国，我在英国。 我在慢慢学英国人对政府的态度，我觉得英国人也是有点儿，就是怀疑政府，也怀疑社会，任何可真的怀疑社会，你如果听，比方说 Pink Floyd， 或者是五分钟，OK，还可以，我可以分享一些摇滚音乐，<笑>谁听过那个 Pink Floyd's The Wall？ 哎呀！ 你们要了解英国的话，要听英国的摇滚，老百姓的心情是吧？或者是看那个西方的电影，谁看过 Terminator？ 基本上都看过吧。 Terminator 中文怎么讲？终结者。谁是敌人在 Terminator 这些电影里边？有啊，谁是敌人？是机器。 为什么这些机器很可怕呢？是因为他们会逃走我们的宝贵的自由。那么像《Mockingbird》、《Mockingjay》 这些电影跟那个小说，那个中文叫什么？OK， 他们的敌人是谁？在那个电影里面，你记住？我没有看过。哦，你没看过？<笑><笑><笑> 有没有别人看过吧 ？Matrix， 不是 Matrix， what is it called？ Mockingjay and no， not to kill Mockingbird。 Hunger Games， 对，中文怎么讲 ？OK， 你们都看过吧？谁是敌人？对，就是政府。为什么？ 西方我们总是怕政府呢，就是跟自由主义有关，是因为我们特别就是爱惜我们的个人自由，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看重就是我们的代表人员，我们的政治家，因为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他们会阻止政府就是太强。 比方说美国政治，它主要我们怎么说 ？Founding Fathers 就是最早制造我们政府的人，国父。对我们的国父怎么样做我们的政府呢？是有一个法律，有这个政治家，以后有政府，以后有那个英语叫 Separation of Powers， 中文怎么讲？ 王涛，权力分配，权力分配的目的是什么？是制衡，但是制衡为什么需要制衡呢？因为权力如果是只要是专有被某一个政党或者政权所有的话，它有可能会。
们是最怕的就是那个政府变成一个皇帝，对，因为我们就是怕那个专制，我们就是最我们最大的噩梦就是美国就变成一个专制。所以很多的美国左派现在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特别可怕。真的吗？真的，我是美国左派。我那个特朗普那个被选举之后，我做了什么呢？我跑到英国去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可怕，我也觉得这样的人是有点倾向于就是专制，他不是真正的比较，他不是典型的美国人，就是那么爱护那个个人主义，就是看重自由主义。我为什么跟你们谈这个呢？是因为如果你不了解就是西方人是怎么看政府，你就比较难了解就是为什么生客做的这个工作，还有我们都参与政治的重要性。是因为在西方的这些政治对，在我们西方这些民族主义的政治的里边，就是需要这些政治家来保护我们的个人自由。我还有两三分钟吗？可以吗 ？OK， 可以。好，那我就稍微一下谈那个国际关系。那么，我作为美国人，我在英国也是老外。我也有跟你坦率，我觉得我有一些同事，他不认识我，但是他一听我是美国人，如果他是英国左派的话，他一定从一个反帝国主义的角度来怀疑我，有的时候让我难受。跟你坦率，我觉得作为华人，你们在英国的生活也是跟就是中国大陆在国际的命运是有一个联系，是吧？所以你们也需要了解，就是西方的人就是会对中国的国内的政治的改变会怎么样影响他们的态度。比方说最近在北京的信息就是那个宪法的改变吗？那中国现在是走向从一党制到一人制。OK， 我想如果我们坦率的话，这个是趋向，不是已经做完了，但是这个是现在的趋向。我想从一般的中国人的角度，这不一定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从中国人的角度，如果一人制会帮助中国的崛起，中国之梦，那就是喜事儿，是吧？从中国人的角度，一个强的政府是好，如果是好的而不是腐败的，那就好。但是西方人，任何大的政府不可能是好的，因为我们很可怕它。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要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在西方包括英国人怎么看中国大陆，他们可能是从一个怀疑的心态，或者是也可以说不一定是怀疑 suspect but fearful， 就是有一点在心里怕如果中国是走向这个一人制，那这个专制这个会不会影响国际关系，会不会影响英国人那么如果他们对北京有这个看法，这个是不是也会影响就是他们对就是在英的华人的态度，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我希望，对，这个是要坦率的话，我觉得我们非得考虑到这个。所以如果要避免这些偏见的后果的话，我们需要代表我们需要政治家就是帮助一般的人就是了解
在英国的华人跟英国人一样也是人，我们都是人，就是我最终的一个话，就是我们要帮助大家都认识一下，就是多强调，虽然我们是讲不同的语言，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文化不同，但是最后我们都是人，这个共同的一点是我们都要强调，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这方面做努力，帮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就是多了解，就是我们共同的这方面。好，谢谢。